晚安，你好，欢迎收看新闻news一下，我是李嘉玲。新闻一开始先来带您看到这惊险的一幕，印度有一名女童真的是福大命大，不小心在路上跌倒了，而一辆轿车因为没有看到她，竟然就直接碾过，而女童呢因为身体瘦小躲过了轿车，毫发无伤。另外在俄罗斯有一名男子疑似要轻生，竟然是冲上了大马路，直接撞上巴士，没有想到命大的男子也是奇迹似的毫发无伤。雪地的俄罗斯街头，路上人车来来往往，突然一名男子冲入车阵，往对向快车道迅速奔跑。尽管天气相当寒冷，路上还积着厚厚的白雪，男子身穿短袖，似乎怀抱着相当坚决的心情。只见男子冲往对向巴士，来个正面对决。而巴士驾驶看到男子突然暴冲，也来不及紧急刹车，只是男子被巴士猛力一撞，巴士保险杆被撞断不说，男子却似乎一点也没有受伤，反而还能够相当轻松地从地上站起来，也让路人都觉得相当惊奇。而在印度，也有一名大难不死的女童。穿着红色衣服的小女童在路上行走，没想到她突然踩空跌倒，可能是因为跌倒的太严重，女童一时之间爬不起来。只见一辆轿车突然开了过来，原本以为女童会被车子碾过，不过没想到女童福大命大，竟然毫发无伤的又站了起来。旁人目睹这惊险的一幕，都吓得目瞪口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美国科学家宣称，还有一颗太阳系未被发现的第九行星。